在大埔街市买了两条本湾鱼王，海鲜店老板说这两个月份才会多见到。条冧蚌咁大条，我不怕受不到火，所以打轮蒸。鱼肚里面有层黑色膜，我用牙刷擦干净它。店老板说这一条一定是野生的本湾三刀，叫我放心买，不是养的。用牙刷洗干净里面黑色的膜，这条比较小，我 keep 鱼轮蒸。新鲜的海鱼预备葱和芫茜就可以了，放啲葱晾起条鱼准备蒸。呢条鱼比较大条，我蒸九分钟再焗一分钟。睇落去条鱼好似有啲沙皮，唔知条鱼熟未，可以用木筷子试一试。插得入可以了，倒走大部分的鱼汁，放啲葱丝和芫茜，准备淋熟油。加啲豉油喺側邊落，倒蒸三刀。條魚比較細，我蒸四分鐘，再焗一分鐘。倒走大部分嘅魚汁。放啲葱同芫茜，预备淋熟油。再落豉油。本湾野生冧蚌，本湾野生三刀，试味比拼。条鱼有啲沙皮，但系啲肉都软身。条鱼蒸到啱啱好，试下个味先。到三刀了，冇沙皮，鱼肉好松软，都已经见到好多鱼油，肉质都好幼细。两条都好好食，三刀鱼肉比较诱惑，可能是它比较细条，冧蚌鱼味浓郁，可能是比较大条，各有各好。不如你来投票了。